师傅，有个女同修梦见她送一个男师兄一把伞，请师傅结束了，散掉了。啊，这个女同修跟那个男同修，他俩之间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佛有关系。那本身上辈子有关系，这辈子拜拜了。这个男的肯定在脑子里还喜欢他呢，结束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